是还不错，但是脾气太……哥，大哥，敲门敲门敲门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记不住是吧你？咱们是江湖上混的，又不是坐办公室的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还真拿自己当老板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对了哥。我萝卜正还怕呢，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啊，大哥。用不着。黄哥，我说你在干什么？是在看黄子画报啊？这叫黄子画报啊？这个东西叫报纸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不管，我又不识字。看这上面照片的古古人，让我猜着了吧？老实交代，你俩到底什么什么关系啊？仇家？仇家？不是吧？我怎么看这都是一对欢喜冤家？就你说的啊？瞬间都很闪耀，我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，我喜欢你陪我看书分心看我偷笑，我要知道还有你这种可去呀、啊、偶尔心情感冒发烧，你是甜的用双手画一颗星。